士大夫调和啦，让天下灾难偏多。最近以来，时常听到了加拿大的士大已经不调，这常常呢看到了大火一烧，连夜不息哦，那大风一吹啊，也是呢建筑物的散落一大片的土地里，水不调和，同样是淹水哦。这一回啦，他们是地震，突然间呢，天摇地动，最大的一次呢是6.8，但愿都没有，没有伤亡，没有海啸，为他们呢虔诚的祝福哈，但愿都是平安。不过呢，这是四大不调，不能常常就说，哎呀，我们这一块土地从来没有，同一片土地在地球上啊，同一片天啊，这气候的转变，那大地呢，这种的变迁啊，都是一样。不要以为大地呢是如如不动，地球是不断的在转动的啦。所以我们呢还是要居安思危啊。又看到了墨西哥最近啊暴雨连连啊，水灾，还有呢这两天啊热带风暴从墨西哥的南部呢，真的也是有水，实在是看来也很感慨哦。从去年的他们的大强震过后啦，有了这样的因缘，信息通透，时常都会看到了墨西哥的信息，每一次看到都为他们担心，这就是普天之下大地之上啊，真正的要提高警觉啊，我们还是要常常要战胜虔诚哦。啊，这一波的强风暴雨啦，更在造成了不少不小的灾情。看看画面上的水，这实在是看得很担心哦。那这两天呐，我们都一直在有一个话题，也是很关心的。那在铁路局呢，很大的一波灾情，那就是在宜兰苏澳一带，这普悠玛这一列车在那里，就是前天的将近5点呢，这一部车从这个地方月台的经过，这一波真的是很严重啊！往生者有18个人，受伤者呢也200几个，这都是呢瞬息之间，只是这样的一闪失啊，整部的火车不都是很牢固吗？用铁包起来的，那他一出事了，要去救人，
总是车心呐、啊、很牢固，敲都敲不开，所以救援工作很前期，表示车身的这体是很巩固，但是呢，经不得这样的碰撞啊，这种瞬间无常。瞬间力量之大，等到这个瞬间过后了，就是要破开它，打开它，就是那样的困难。这不就是我们人生啊？无常来时，不要时常了，都是说我还很健康。经不起一个无常的瞬间，那这样的事件发生啊，一时间的悲苦，抢救的困难，人心的惊慌。但是呢，这个事过来以后，我们有没有警惕心在呢？这一件事在过去了，可是呢，悲痛的真的是很不舍。昨天看到新闻，看到了这一家人十几个到了台北，欢欢喜喜呀、啊，去喝喜酒。开开心心的要回来，哪知道啊，总是呢这样的一个闪失，啊，一个家族损失了八个人，真的是这种的痛，要经过多久时间才能抚平呢？包括他们的邻居，一共这样的九个人，你想，这情何以堪？还有在卑南呢，还有一群到了韩国去比赛，也都是拿到了奖牌了，很风光的。要回来，但是呢，两个老师，三个同学，就瞬间呐、啊，也已经再也拉不回来。有一个呢，还在家护病房，这是一重伤，五个死亡，24人的。本来欢喜回家，但是呢，总是这种的欢喜、风光的接的奖回去，换来的是整个学校的悲戚，实在是人生啊，无常哈、哦，悲苦呢，无量时。常常看到苦的人在哭着脸，他不知道一哭要悲痛多久。看到了笑得欢天喜地的，他也许呢一笑了，过去呢就消失掉了。这人生啊，笑得短暂。苦的比较浓，比较长，这就是佛陀所说的人生苦啊，悲苦多啦，无常瞬间呐，这都是很令人感慨的，感慨是多得很，所以我们呢，还是要好好的。把握人生。
这样的时间有因缘呐，赶快把握好因缘，把握这一身体可做的，好好的选择我们的方向，时常让我们安心、清安、自在。